山，临时是少林寺，东关寨，黄博士，这么多景点，一天走不了，妹夫啊，快点快点，来了来了，看你急的，今天我们带早餐到狮驼山吃，这样晚一点也不比玉兰公园逊色。好好，那我们马上出发。喂，你们快点啊！来了来了！我看我的奶奶的电路票，我已经把电路你不见了电脑。姑妈，你刚才说伏羲画时把地图说成什么呢？滴噜。那刚才说干谢呢，是害怕什么的意思吗？干是害怕或者担心的意思。我看我还是要带地图去，我要在地图上做记号，回新加坡介绍朋友来旅游。好，出发，小小地上。出发，小地上。好好。一路看风景，好啊，好不好？欢迎兄弟，啊，欢迎兄弟，行。地方叫一片瓦，我们福清话叫一片瓦。哦，那个地方是半山亭，
们复兴话说成关山丁。一片瓦，半山丁。到了半山亭，这个上山的路就走一半。到了半山亭，就走了一半路程，那我们就歇一歇吧。好吧。这就是1958年富兴人民在政府领导下新建成的松山水库 ，The New 水库 ，The New 水库，也叫小绿湖。小绿湖。那是什么岛？那是鲤鱼岛，鲸鱼岛。这是哪来的岛呢？以前这个叫做鲤鱼山。建了东江水库以后，就变成了岛。鲤鱼岛，鲤鱼岛，鲤鱼岛，鲤鱼岛。这是林十四，林十四住的都是林。福清话
的雷无岸。哦，亲妈，我知道了，雷就是雷孤岸。对，尼姑庵里住的都是尼姑，见了面称他们为师父、沙奥。对。刘刘强压乱呀。
就是这一尊小弟兄，就是石雕像，牙短很大，是吗？对，这是一尊石雕，它雕的是弥勒佛像。弥勒佛像我们胡青话叫做弥勒佛像。弥勒佛像就是因为这原因，这地方才叫做弥勒岩。那岩石的岩在胡青话怎么说呢？岩石读成安六，弥勒岩弥勒啊。这里保护得很好呀。对对对，这是林少良先生捐资重修的。叫做瑞岩山，底下的洞四通八，古称七十二洞。瑞岩风景区叫做虽安风景区。虽安风景区。再说一遍。虽安风景区。对了，我们到里面去看。海口城的城门，距今近五百年，福清话叫通根摸。通根摸，对，姑妈，听说我们海口有一个六条，它全省有名呀。对呀，我带你们去看。条江叫榕江，三洞海口这段叫罗江，这座桥叫榕江桥，福清人习惯叫它海口桥。福清话讲海要丢，海要丢，海要丢，海要丢。海口文化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厚重，俗语讲一日去海口，三日说不完。这句话的福清话怎么说呢？三日去海澳，三日讲没了。三日去海澳，三年讲没了。三日讲没了。三日讲没了。再读一遍。三日去海澳，三日讲没了。对对对。妈，那你就讲给我听吧。好啊。等看完黄博士回去，我讲给你听。这就是新建的黄博士。哇，好雄伟呀！黄博士用福清话怎么说呢？我骂嘞。我骂你。禅师的。
么连日本人都要纪念他呢？隐元禅师是清代黄伯子的高僧，清顺治十一年，隐元禅师应日本僧众之邀，率弟子三十余人到日本传经布道，成了日本三大宗派佛教黄伯子的开山祖师，在中日文化建交中起了重大作用。姑妈，这几个字用伏羲话怎么读呢？隐王纪念东，隐王纪念东，对对对。先来参观斗鹅园，等一下再去宇宙园。高的花园，我们呼吸人叫它叶相花窝。叶相高是谁呀？叶相高是我们呼吸人，是明万历天启年间内阁首辅。哇，我们福清还出了一个内阁首辅呀。对呀、啊。